还有更多新闻来看简讯。9月4号下午，泰国旅游局、卢永浦省行政组织、Max Power 媒体以及泰国大象牌饮料有限公司携手合作，在暹罗探索中心举办第一届 Flag Fan Fest 音乐节新闻发布会。据了解，该音乐节将于今年11月2号下午3点开始在罗永府美兰蓬海滩拉开帷幕。本次音乐节也是第一次在泰国湾周边举办的音乐节，来自全国的音乐爱好者和游客将能享受到泰国著名乐队的表演，感受声纳音乐节的盛况。本台记者曼谷报道。